第四届内蒙古国际马术节六号呢，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拉开帷幕了。本届马术节呢，吸引了来自北京、河北、山东等省以及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爱尔兰、法国等国的骑师啊，参赛马匹近300匹，总奖金达到了200万元啊。那其实马术呢，只是当地举行的一个文化旅游活动中的其中的一个活动而已，还有科尔沁草原的休闲旅游节、科尔沁美食节等等活动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看看。